近 network 搞掂噶啦，有啲咩需要再揾我啦。喂，五年前上 WinBot network 系我其中一个工作。再见啦，拜拜。不过我顾客嘅 network 就好有限。生意点样先可以做大啲呢？系咪需要转型？点样先可以识到大企业呢？机会在五年前发生了，我正式加入 BNI Star 分会，成为创会会员。不过世事岂会尽如人意，好在我有一班 BNI 会友成功在疫情下转危为机。我们快人一步推出热成像体温探测系统，自动检测出发高烧的人士。香港会友为我提供市场资讯，一起研究策略并肩合作。国内会友为我提供最新的产品技术，优先的服务。我们因应疫情研发了一部只需要 0.3 秒就能够做到疫苗通行证和量度体温的 check 针仪，有效疏导入口的人流。凭着会友引荐大型银行，令到这个产品大卖。在世界各地的年会培训令我眼界大开。这五年在 BNI 我有什么得着呢？经会友引荐，得到很多大企业和公营机构的信任，生意有爆发性增长。五年后的今日，我仍会选择做 network 的工作。你下一个五年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呢？